用的第二位投手就是前泽全一。不过呢，在 Longoria 打击之前，我们先看看刚刚 Marcos 对上 Longoria 一连串的投球。就是在全垒打之前那一次的三振，当他在注意外角的时候，不管是变化球或快球，所以接得下来那脚速球吧，那脚变速球把它勾出来，接得下来快速球把它拉过来，再一个变速球，怎样利用速差跟球一直在跑。速差运动其实是相当好，位置也不会太差，打得更棒。